好，我们来依次分解这两题。这样一看的话，好像没有什么公因式可以提。那我们就把它拆开了。我拆开的话，这是 ax 减 bx， 那再减掉 s 平方，加上 ab。那我把这两个合并，抽出什么来？抽出 a， 这 ax 加 b。然后这个可以抽出呢，负 x， 负 x， 啊，这个是 v 加 x， 这 x 加 v， 好，那这样我们就 x 加 v 的公因式 ，x 加 v 抽出来，这剩下 a 减 x， 好，再来看这个，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公因式，所以我就把它拆开。我拆开是 AB S 平方加 AB Y 平方加 SY A 平方加 SY B 平方，然后简单的合并合并以后的话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怎么合并啊，这两个合并看看可以抽出什么来 ？ax， 抽出 ax 的话，剩下 bx 加上什么？加 ay 啊，啊，这抽出什么？抽出 by， 就 ay 加 bx， 所以可以了。我这个抽出 ax 来 ，ax， 我这剩下 bx 加上 ay， 然后这两项合并，抽出呢 by。那是 ay 加上 bx， 好，那这两项就一样了，所以可以抽出 bx 加 ay， 那就剩下 x 加 by，x 加上 by，